学典礼，孩子学习种田所生产出来的稻米，让孩子能够跟土地、跟土壤接触。2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到田里除土豆，第一次剪，所以连多当怎么样我都不知道。现进去的感觉，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第一次的经验。第一次爬到泥土里的时候，我一直害怕会不会有坚持吃到自己的脚，冰冰凉凉，高高的很舒服。这个学典礼的活动，其实在我们学校往年大概都是6年级他们毕业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程跟活动。我们教导孩子就是用自然的农法，让这个土地是完全最没有负担。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跟课程，能够带给孩子他对于土地是有一份关爱跟有一份责任感。台风过后没几天，我们就去收割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收割哦，等会主任会教各位怎么去割稻子啊。你的虎口哦。往下抓，哥尽量靠近土一点。来开路的，来再来放在这边好不好？我想要来一个呀。我第一张啊，来院里面。对，当时太阳很大，所以让我们体会到了农夫的辛苦。看那一堆稻穗翻，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古代的学校叫做书院，很多书院的旁边它都有稻田。这个书院办学经济的一个来源就是靠这块稻田。我们也希望说，把这个一个很好的传统的这种书院的精神啊，能够传承到我们的学校来。那利用学校旁边附近的这个稻田啊，除了我们自己要吃的稻米以外啊，也能够让这个孩子在学习上有更多的可能。